수사자. 비송. 我爸妈。我是这么多人吗？有片平行时空，那里有我们最美的光景。我想陪你一起看璀璨烟火，想和你去世界每个角落，哪怕风雨再多，我们一起走过，中途或者也是另一种景色。想陪你一起去江海湖泊，想和你天涯海角都不分隔，看那满天星河，我们时间还多，一个每分每秒。慢一点，亮亮，我们终于回到江怡了。明明才半年没回来，总感觉哪儿不一样，可能是空气更好了，又或者是路变得更宽了。就连冬天都变得不冷了。这么快就到了。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让你慢一点吗？不行，我还是早点跟我爸妈说吧，不然都不好带你回家坐坐。我昨天电话里边跟我舅舅说。林老师已经知道啦。完了完了，他肯定觉得是我拐跑了你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在数学课里少睡点觉了，让他对我印象好点儿。哎呦，你放心，舅舅对你的印象一直都很好。真的？那你回去跟孩子好好说啊，别一言不合的又吵起来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啊，挂了。老苏，你还记得上次跟我一块出差那个同事吗？有点印象，怎么了？他那个儿子啊，都高三了，天天在家跟他吵架，问他什么呢又不肯说。这不是今天班主任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，他这才知道原来这孩子一天天的不上学，净逃课出去打游戏了。你说他能不上火吗？要不他说啊，特别羡慕我。哎，这养闺女就是好，尤其是咱们家在在，又听话又懂事，就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。那还用说，我不是跟你吹啊，在在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事情瞒过我。他小学作文怎么写的啊？他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爸爸。你可给我拉倒吧。啊，那闺女明明跟我是更亲的。哎，你就说说吧，我哪次出差的时候不是一天十几个电话追在我屁股后头啊。哎，再在今天回来估计这会儿都到家了，你还不走啊？这不买鱼了吗？给炖一条喝。那你现在就回去了？嗯，你先上去吧。走了。没怎么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呦呦，快，这大晚上的这儿。呀，年轻人谈对象很正常，不要大惊小怪。吓我一跳，穿那个衣服啊跟在在的一模一样的，那我差点就认错了。苏萨萨。别动，我爸妈。那个，这样，我数一二三，你往前跑，千万别回头。我是这么多人吗？哦，对哦，我们已经成年了。你俩别动，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欺负我自己家闺女。苏萨萨，你胆肥了是不是啊？现在谈恋爱都不跟家里人说了，你知道你找的是个什么样的吗？你这，小张啊。哎，叔叔阿姨，又见面了啊。对，在在啊，我得严重批评你了啊，谈恋爱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大冬天它不冷吗？
赶快让小张进屋暖和暖和。来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啊，这个得吃饭。以后你到家就直接进门啊。